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教主兄弟姊妹，大家嘛高早，一早起，和咱三个做伙来看《雅各书》第七章十二节。咱透早起来，往葡萄园去，看葡萄发芽、开花也未，石榴放蕊也无。我伫迄个所在，要将我爱情给你。咱要享受着上帝所赏赐人生的礼品。人生真正重要的，唔是终点，乃是过程。人的一生真容易。咱要追求着目标，咱会望的时候，忽略了应当享受的每一个小细节。人生是一个旅程，无有所谓的终点。你要完成这个梦想了后，还有另外一个梦想要让你去挑战。但是，咱看起你每一个挑战的过程的中间，咱是不是真正会当来经历并且享受着这个细节？真侪人的一生拢过着受伤的日子，咱认真读册。毕业了后，咱出国，咱工作，然后咱结婚，咱生囡仔，那个亲像一粒甘露，一直伫迄个所在，就照着正点的这个轨道，伫迄个所在咧行。真侪人为着要升官，为着要发财，所以咱看起入门咧工作，无多享受着真正家庭的生活、夫妻的生活。真侪人也忽略了囡仔的教育。遐滴，即马咱看见着，将那个令人听起来，迄个人生中高的成就感，也是讲咱的目标咧，日子来过日子的时阵，虽然真好，但是究竟牺牲的有值得了无？这段圣经内面甲咱讲，要看葡萄有发芽开花，石榴有放蕊啊无？遐滴即马，这拢是细节。伊去的所在，唔是干那要找成果。那是伊看见着整个植物生长的过程的内面，诶，每一个细节。你偌久无甲你的太太做伙去散步？你偌久无陪你的囡仔做伙咧讲话？恁全家会当坐落来，大家好好来谈话也无，来讲心内也未。兄弟姊妹，伫这个感恩的季节中间，我真期待盼望的，尤其是今仔日是主日，搁再一遍，互咱被提醒。我伫遐要将我的爱情给你，意思是啥物？将我全部的疼、全部的关心、人生的焦点，愿意甲你分享。你愿意吗？咱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你讲你家己喜欢的宝座前，会当环抱着每一日，甲阮的亲人会当三度的日子，甲阮的兄弟姊妹会当三个做伙聚会、三个做伙敬拜的时间。愿你个爹灵引导着阮，和阮把握着每一个细节，伫中间享受对你遐来听个幸福。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的姊妹，愿上帝赐福你，家里的一家。